大家好，我是本来自美国，然后这是我学习中文的 vlog 啊。那 Max，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去图书馆。图书馆错的。不是吗？不是。有的人一直玩手机。我在跟这个老板说明天的位置要加大，请问可以吗？你需要我帮忙吗？需要的话就说请。不需要的话就我就不帮了。我是自愿帮你服务，女孩子。但是我们下楼梯，你为什么选择就看手机？好的，那你自己说吧。啊，我们下楼梯，那你可以帮个忙。哦、啊，谢谢，请。啊，对，请你帮个忙。对，但是我们下楼梯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看路。你是太多了。是我是这么多的话。不太多了。是这么多的话，我就不帮。我只能说，这三年，无一次没有什么摔跤。没摔跤，我也没摔过呀。是吗？对、啊。你确定吗？我确定啊。什么？你没摔跤？你滑滑板的时候经常摔跤。啊、我还没摔跤。呵呵。呀，呵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看外面。看外面，对吧？好吧，那我们去义乌市。我们刚去的那个新华书店，对吧？然后有的人就买了书，那你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你买了什么。哦，太好了。OK。我买了我的四大名著。四。到没？四大名著。在哪里？这里没有的。四大名著。对，有的，有的，我看过的，怎么可能没有？那你问我干嘛？我忘记了。对，我有这个水。你不是看过吗？怎么读啊？水浒传。对哇，它的水平就是八级的。就是六级。对，对，口语是八级的，阅读可能是六级的。对吧？哇、no、真的非常好、啊 you. 哇，这些书啊 you. 这些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书。对，很有名的，但是很有美感的、哦、简爱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那你选一个。我看过这个和这个。那你再看一遍吧。那我看奥德里克斯，奥都卓尔，不都布尔，不都布尔，翻译错了。哦，他没有图片啊。对，不用图片。我喜欢。哎呦，你是巴黎的，还要图片吗？那么高的水平，可以吧？对吧？那我给你读一读哦。好的，朗读。英语老师让你朗读。这是什么？ Oliver's early life. Oliver Twist was born in a workhouse, and when he arrived in this hard world, it was very doubtful whether he would live beyond the first 3 days. He lay on a hard metal bed and struggled to start breathing. 好，你的 turn. Keep going. 为什么还要读？怎么了？哦，不好意思，那我就放了。哎呦，我就开始拍了他感，我感觉他有点害羞，你怎么可能害羞嘞？你怎么可能害羞嘞？你读。这是我们普通的日常对吧？这是不约好的。我想看一下。哦，没了吗？没有。看不到。这个也是我的吗？对呀、啊。你什么时候拿的？什么意思？你什么时候拿的？什么意思？我都没
没有坏的，就是有性格啊，对吧？就是那种瘦长的像沧桑嘛。对，沧桑。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小了呀。没有啊，我看都看不见，我老了。你需要眼镜吗？我觉得我需要。哦，那我们去那个眼镜店吧。我不喜欢这本书。不可能啊。有的，我们英语有一句话是，你不能从书的外面来判断。不要以貌取人。对，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书壳取书。对，你可对了。对，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买了这个。这是我的。对。有的人说是有点贵。忘记了，哈哈哈哈哈！你害羞嘞？快点给我打开。说起起，对，他经常，你他也经常，哈哈。快点，请。要送人。哦。你看哪一本？我看一下这本先，然后我决定讲。打开了吗？对，打开。有那么多的知识啊，怎么？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兴奋了？就有很多。我喜欢有图片的。你用图片，你是八级的。你是高级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觉得这个不是比较适合。天哪，这个字你太夸张了，这是什么乱七八糟、密密麻麻的，跟蚂蚁一样。没有。你读吧。这个包多少钱？有的人说是有点贵。我可能需要旅游的时候再。没有啊。你选哪一个？我选。你还需要做笔记，你知道吗？需要拿着一个铅笔。这个在哪里做得下笔记？告诉我。哦，在这个上面。这么小。这么小。你做给我看看，我再做给你。我要先写。哪个包是我的？我们有两包。哦，这个吗？我用完了，可以扔掉吗？哦，你用这个吧，因为你的书比较少。你的书比较少，我的书比较多。你笑什么笑？有的人。你点单了吗？嗯。这没有啊，这可能是一个文化差异，就是我买这种包，有的人啊，我刚被捏了一下，就是。是文化差异的，就是它非常的一般，就是怎么了？对，它非常一般，就是用这种包收藏东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但是很有意思，对吧？你扔一下垃圾吧，用这个把你的嘴巴堵上。快点，你简单了吗？哎，我的树。真的吗？就是我要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太乱了。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去点单了吗？哎，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手机是你的那个，你分的你气氛就有点稍微改变了。我要走了。你要走？对啊。你是要看书的吗？不是，我要走了。真的吗？哦，这放在那儿。对对对，想打开我的。怎么？对对对对对，你按对了，哎。你不要对着我。
但是我真的感觉真的很好看。那你最近看？对，就是我们拍，我们这样吧，我们拍一个段落吧，然后就是看，嗯，星巴克出来了，那我去。哇，这刚买了这个叫什么四大名著，所以就看了一下，《红楼梦》。其实这本书挺难的，确实挺难的。而且昨天晚上我就搜了一下，哦，有这个很有名的美国博士，他，对，他就是语言家，对吧？就是学语言的，就是挺高级的。然后他提到的是，如果你想学一门语言，你需要一些你能明白的，就是明白的内容。就比如说有很多图片或者视频或者肢体语言，然后我们他说。他的理论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学语言的，对，不是通过比如说书，哦，我就学了这个词汇，背单词，对吧？学语法，而且是，对，就是通过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内容，我们可以明白的，对的内容，所以说。说 OK， 但是他还提到，其实阅读还是有用的，还是学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说 OK， 那我需要再一次看书，但是不要跳的太难了，太难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师，也是说，我们好像一辈子就不能完全流利，就是你学语言可能确实挺难的，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很多事情是时间的问题。你想读个博士需要很多时间，做你的研究什么的，写文章学一题的，对吧？所以我感觉现在也是如此，就是我想要的感觉没时间了，有时间但是没时间了，对，然后他说 OK， 你想就是以后你达到了这个中级的水平之后，你想要只是继续学，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你的目标就是像一个毕业生一样的，就是那种很文化高的水平的人，所以就是看这本书四大名著，对吧？我说 OK， 如果可以看得懂，然后就明白 OK， 那我选好路了，对吧？因为可能这本书里面有些比较不常用的语言，对吧？那如果不是那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对我来说有可能是有点难的。然后还是好像每天都会有学到一些生词，今天学到了很多茶，就比如说，我的黄茶、白茶，我说哦，从来没听说过。然后还有黑茶，我说黑茶是不是那个英语的红茶？他们说不是，有区别的，就是发酵的，然后对，就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不知道，就感觉啊，还是有对，就是还是有事情，还是有一些处境，还可以学点中文。然后这个昨天的人，这是之前的人提到的 OK， 应该看书，就是看文化文学、国学这种，昨天的那个他提到的，对，就是通过可以明白的内容，电视、电影，还有故事，通过故事来学的。OK，
然后说好的，还有看书还是有用的，对吧？就是自由看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文学什么的。我说 OK。 那他还提到了看光机的，就看那个《红楼梦》，确实挺难的，就很多费力，就感觉就被怎么说被掏了，被掏出来的，我的费力被掏出来的，对。他还提到了什么？对，就是用这个语言交流，甚至是你所错了，还需要继续努力开口。我说 OK。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你现在学那个越南语、泰语，有很多单词讲不来的，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用这个语言沟通。就比如说我们网络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网络卡了，但是需要想个办法，就是继续用这个语言交流。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中国还是可以会英语，因为第一学习时间比较长，已经从小开始了。第二是他们就碰到外国人还是会已经有几个态度，我必须要讲英语。然后甚至是他们可能会有些语法错误的，可能发音错误的，还是会有些问题，但是基本上不管是完美的英语或者是 Chinglish， 他们还是尽量说这个语言。所以我说 OK 可以的，对，确实有道理的。所以有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我说我想要我想要可能一周上三节泰语课，但是感觉没时间了。我喜欢这个比较自由一点的日程，要不然就对太累了，已经太累了啊。对，因为可以通过我们的课程，就是我是全面的学习的，对吧？就是每一秒可能会碰到生死，每一秒不管是就是最近好吗，或者是网络卡了，或者是还是有点不明白，就是去全面学习的。对，所以我说现在上课因为每一秒是有用的。其实我想可能加一些课，原来不想要，因为那个老师我觉得不知道，我会问个问题，就比如说还是没有这个新的计划，对吧？我会问他这个用泰语怎么说，他会想可能五分钟才会给我答案，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三个答案，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三个答案，然后他会就开始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换个话题什么的。我觉得 Hello 哦，谢谢啊，会的啊，对，就他就会换个话题，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学什么，就感觉他是浪费我的时间，浪费课程时间所以就决定他是拍我这样 OK 习惯的，所以我就决定 OK 我再不跟他学习的所以说现在感觉不知道我生活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很无聊的，甚至是明天我本来会去跟一些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本来说今天要去的因为是那个穆斯林的节日，就是他们白天不吃饭，晚上才吃饭。这个忘记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可能斋戒，可能是斋戒，
所以对，我们本来会今天就一起来出去吃饭，就是吃阿拉伯菜，当时他们说明天要去的就改天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周日晚上什么都想要做的，对吧？因为明天是周一，还需要工作，OK， 那需要拿我的晚饭。哦，他们好像关门了。哦，他们关门了，太可惜了。哇，我的天哪！我以为他们还是个啊，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超级飞车了。好的，美团外卖吧。想想可以走回去，我选择不走回去。对，我选择不走回去。对呀，所以这是现在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觉得这个中文啊还可以，就找个，我有点想找个更好的辅导老师，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适合我的辅导老师，因为他们，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像没有的，然后应该可以自学的，甚至是那个《红楼梦》，当时不认识一个字，可以查字典，字典里面也有的，可以百度一下，百度上肯定有的，百度上肯定有的。对 ，OK， 那我想拍前面的，因为外面的人，那我找个车回去吧。哇，就看这个树就让我很累。哦，这是我之前没有的，这是什么东西？我又还有这个哦，业务的吗？哦，是阅读，我以为是你们吃的喝的，不是。对，建设集团 ，OK， 太无聊 ，OK。现在没有那个车，没有出租车。哦，可能他们不能排着。哦，对，有一个。哦，还是有的。外面为什么那么多人？哦，可能是周末，普通周末吧。OK， 那问一下这个人。全新外国语学校，怪不得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哦，谢谢，在学习中学习中、哦、就这就行了、哦、这就可以交流了对，可以交流